三号八哥。我觉着我跟他挺像的，我也是十足的吃货。嗯，你短片里边说那些玩意儿我也都吃过。那我想问你，你吃过最就是最恶心的东西是啥呢？哎呀，绿色的虫子了，就雇佣的那个虫子。对，那是生吃吗？不是生吃，要吃之前是看到是活的，然后吃的时候已经是做好的。怎么做的？油炸的。这个咱俩行啊，我吃过最那啥蛆我都吃，只要是好吃的东西我全吃。我们俩相同的地方，吃的地方还是挺像的，但是我得问个问题，如果说碰到有一样东西，然后也就要就一种，然后也很少。咱们俩都特别喜欢吃，你会不会让给我吃？关键时刻了啊！关键时刻就一个煎饼果子，就一个，你一口我一口呗。